来来来，热腾腾的口罩送达，药师立刻拆开，先确认钢印，果然右下角不只有 MIT， 还多了 MD 的字样。9月24号开始，双钢印实名制口罩开卖，要给民众双层保障。是很相信政府啊，当然是有心有安一些了。加上这个钢印的话，当然也是去强调，就是说大家用起来是安心的。不过这双钢印口罩上路，似乎让药师带来另一种麻烦。钢印的位置是在口罩右下角用。原来双钢印的版本有两种，八成的钢印 MIT 和 MD 都统一在右侧，而有两成 MD 在左侧，但不论是哪一种都是合格的。那初期还是要跟民众卫教什么是双钢印，然后双钢印的位置是不是说这个口罩未来从工厂出来的时候就能密封包好，上面注明是什么工厂品牌，甚至还有效期。只是双钢印口罩开卖之前没有卖完的实名制口罩该怎么办？成本由谁来吸收？比如把它售出去的话，每一份会拿到就是成人九片，会拿到5.5元的一个分包费啦。所以换言之，照现在的政策，它是拿不到这个所谓的分包费。那我们再会跟职中心协调，怎么来一个补偿基层药师。店里还有250片，暂时只能堆在药局的仓库里，只盼能尽快想出配套措施，让第一线的药师减少困扰。